之前是去做那个妇科检查，然后就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发现就有了这个。然后后来第一次是先在百度上搜了一家医院，然后当时是做了一个手术，效果不是很好，做了之后也花了1万多块钱吧，然后后来没过一个多月就复发了。但是做手术很疼吧？这地方对，反正都不是特别好，反正当时每天去医院消炎，它很疼。然后后来就复发了之后，就是找，然后就到了这个，都说这边效果挺好，我就过来。然后当时寒假的时候对。复发，然后拍了照片问了医生，然后后来开学就过来，到现在效果挺好的。然后就距离上次来检查已经1年的时间，然后今天过来，都挺正常的，就谢谢医生。对，我们因为疫情，对，中间因为你们是学生嘛，封闭式管理，对吧？一直出不来，那今天检查情况都挺好的。就是不要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医院。其他，还有就是说以后，一定要注意，女孩子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其他没事，有事咱们随时再联系，即可啊，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即可，有事你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可以不用来了。